乐乐，易心姐，你让我查的那些事我都查清楚了。当初跟记者爆料的人，确实是小潘总。好。还有，有些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 那你为什么宁折子呢？您能跟我……好，好，好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？什么事儿？我爸的事情是你爆料的，对吗？是。那钱宇的事情。 也跟你有关，对吗？展南想和你说的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你信？放手！我这么做，只想让你依靠我一个人。你是我的皇帝，你还没明白，其实你做的这些事情，根本就是为你自己。 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的心是什么样？你应该清楚吧？是不是今天这些事情，换了战南贤来做，你才会开心？南贤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南贤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他在你心里。 是正人君子，我呢？卑鄙小人吗？你知道我们家为什么不让我跟你在一起？不是因为你是女演员，而是因为你跟战南贤这么多年在外头关系都说得不清不楚。我为了我们的未来，顶着全家这么大的压力。 你在干嘛？跟我翻脸了？
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！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会跟那些人分开，我们不会再有任何关系。可是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可以。 我可以不计较你以前对我做的那些事情，但是你为什么要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陷害南雪？你为什么呀？你心疼展南雪了，他在你心里就那么好，直到现在。我呢？ 卑鄙龌龊，手段不正当，这就是你对我的评价。我卑鄙。